对，因为其实我们这球队跟教练的感情非常好，就平常就除了练球之外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就会相约一起去看，比如说像 UBA 男生或是女生的赛程，然后 HBL 我们也几乎都是全队几乎都会一起去看比赛，然后教练就像爸爸一样，他常会开车就载我们到处，然后他在我们队伍里面很有指标作用，然后带领学妹，对不对？还今年如果因为今年的情况比较不好，保送生很少，还能停留在一起，就是因为他有办法带领大家一个指标作用，带领大家往前，还是留在一起这样。嗯，真的很感谢他，因为他真的非常用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我希望他就是要往他自己的目标前进，就是看他未来的事业方向在哪边。我希望他保持这种在球场上的那种信心，到事业上好好的努力。